封闭前的大抢购。And take it down to booty bar. Bring it on my smoke and drink. And then take home and fuck a freak. Pass in my car. And take it down to booty bar. Tomorrow. 大家好，我是老王。咱们新疆这边因疫情的需要，关闭小区的这个消息已经在全网传开了。今天呢是疫情关闭的第一天，老王也出不去了，但是在小区里我们看看我们在小区是怎么生活的。小院里跟平常一样的安静，因为已经是第二次关闭小区了，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响应号召。这个点日头很大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乘凉的人。小区的门口呢，聚集了一些居民在买食物，跟上次一样，这次大家都比较有秩序。这次封小区啊，是有计划的，所以各类蔬菜、肉食都非常的充沛。今天是封小区的第一天，那今后几天呢，我会关注这类的消息，及时给大家播报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老王，记住你的素质三连哦。